南方小土豆要勇闯东北啦！我们从广州白云机场出发，准备前往吉林省长春市的龙家机场。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旅程呢？我很期待哦！我们待会见。 一下冻梨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像在吃一块冰一样，好像吃冰沙一样。这皮是可以吃的。这就是好冰啊！咱们平时吃那个大白。早，我们现在来看雾凇啦。 在名山绿洲滑雪场体验了一个小时的滑雪，摔得好疼啊！我膝盖疼。现在已经完全天黑啦，但其实才是下午的5:20左右。来东北好像整个生物钟是往前移的，就是早上会起得比较早，天黑日落的也会比较早，睡觉也会比较早。 我们现在在吉林省吉林市的火车站了，我们准备兵分两路，我将会前往吉林省长春市，我将会去哈尔滨看冰雪大世界，我们到时候见，拜。做成为当地人的第一步，然后把手揣上，成为一个当地人。